司马懿押入大理寺，等待明正典刑。只要找出一个替死鬼，原来是杨兄，现在也该轮到邓艾和司马懿了。你都干了些什么？这样做会害死老师的，你知道吗？诗经有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”这就是坐在那个位子上的感受。可还是有人想要坐那个位子，这就是人的野心。我先行一步，偷闲去也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 ABC 好车网军师联盟。